我在陕西白水县，今天吃三转席。传说白水是唱节的故乡，唱节家宴又称三转席，分为茶席、酒席、饭席。第一桌茶席，茶水、点心、水果六种花样，寓意六六大顺。茶席的目的是为了让客人先落座休息，饮茶水解渴，吃点心充饥。与此同时，第二桌的酒席开始准备。酒席由三阳开台，鸿运当头，八道亮财，取广发财源之意。这些菜名我不知道，我就猜着说吧。三转席的规矩，只为最年长的人不动筷子，其他人不能吃。醋黄瓜，咸酸口的，这个看上去像槐花芽。柚子海蜇头，酸甜口的，很意外的做法。苹果核桃，红云当头，辣椒里倒猪头油，酸辣粉皮儿，烤羊排凉菜。酒席荤素搭配，酸甜辣咸一应俱全。羊肉都是下酒的好菜，宾客推杯换盏，开怀畅谈。酒席快结束时，饭席开始准备。酒过三巡，由掌司引导，再拿着自己的筷子转到第三桌的饭席。饭席有八道热菜和六道主食：状元鸡、白水豆腐条，内容很丰富，豆腐、丸子、猪大肠、肉片、粉带、粉皮等等，有点像大烩菜，但又与众不同。猪头酸煎牛肉，牛肉细嫩，酸香浓郁。搁得差不多了，面食登场。豆腐丝汤，很见厨师功力。河北辣子汤不是河北省的辣子汤，而是白水河北三乡的传统小吃，里面有凉粉、白水豆腐、血板、猪内脏等等。辣子汤看上去全是红油，其实并不是很辣。汤面的辣椒粉条包子，外表看上去精致，内容却透露着粗犷豪放。白水小饺子很袖珍，当地人把小叫碎，这碗饺子也叫碎饺子。